就是实况的时候有说要针对 NL， 是你们整队都要针对他们，还是针对个人？肯定是我要好好关爱他的、啊，对吧、啊？之前跟他同队没有机会好好的关爱他、啊，然后我跟超夫是马吉啊，所以我肯定是针对 NL 的、啊。没错、前面超夫很危险，然后交了闪现，可能还是会死，所以他不交了。这边超夫这边逼了一个血塞，这边砍回来了，被砍了三刀，好坏哦，咪咪蛋，好坏坏咪咪，咪咪坏，咪咪坏，咪咪坏 ，what？明明换还要再，你有机会再换一下吗？我昨天梦到有一个上路会死种的，然后听说他们上路最强的，但所以那个哪个上路我不好说。你讲的像你本人。我逼你这边疯狂开射，牛的 combo 直接接起，拿起这边全部东路直接跑不掉，继续出发狂炸，不想追击。那你现在要打我了，你这几个比较好，还是可能在下中路？你说换血没有？这边有，这边有。换。龙最后打到残血，后续为什么被加纳给推墙直接被击杀掉了？后方进场的一个法师被加纳这边天雷，从上方进来一个天雷，雷霆风暴，电雷阿雪想要尝试换一个加纳，没有成功，在上方还是被收下。其实摩托。好像我刚才没吃，花莲吃两个我会吃。天黑了，明日早晨再打一波，现在是我的。效果保护你的双眼，然后下场打起来感觉怎么样？他其实这个血量是废的，反身回打就是直接开大一技能，两段回去插一个 Q， 我又差一点死，我又卡马钓鱼要被修了，哇、怎么单杀了？钓马钓了一半快死了，就要被击杀。后方位置李清祥进场也直接被打残，一个 BB， 前方的坦度好像不是正比啊，天使甲松松掉，但差亚是满血，另一边还在继续的追击，鳄鱼在结束了天使甲复活之后，一技能两段要往下走，被欧拉夫正面的劈死，要收羽毛。布朗姆被留下，包括这一炸把牛给炸了回来，船长顺利来到一个桶子炸起两人，好痛！凯撒撑不太，最后杀了本的往后飞，伊卡西亚魔女还是被手枪给暴毙，继续桶子的一个追击。时间，贾克森反方要转起来，一次往前，第一目标是船长，所有人 all in 反射回答贾克森。贾克森要死了。右方位置是被落单的 B B 已经倒下了，贾克森在后面一打三，打到最后一刻，将所有伤害打完，或许布朗姆继续的贴近想进场。换了一只，但自己也倒。我觉得我一路说上单要先进了一步，你知道吗？先抱歉，然后再凯瑞。先抱歉，再凯瑞，有一种英雄登场的感觉。这样学的不像啊，要抱到底啊！应该说，应该说他学的不像，要抱就直接抱到底。我怕线上的人没听清楚。我们要回应一下我的对手，我会的。
了第二把